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样？史上最垃圾的楼梯。怎么了？怎么？哈基哈基，我一定要杀到哈基。这么气啊！我没有看到时间诶、欸，他们贼耶、欸！两个人站在国王旁边、哦，我都不敢射。你就射啊！就射啊！就射啊！射啊！射啊！反正不能射到那个也是。哈基哈基哈基。啥？注意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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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摇！耶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要炸了！摔下来，摔下来，快点！我尽量了，我尽力撑了。他在那边，右边，右边，来了来了，在右边。宝宝打他，宝宝打他，宝宝你先别靠近。哎、欸，我是不能打他，他太抗爆了吧？他抗爆啊，他超抗爆的、啊。不能打他，你可以打他，你才可以打他，我们不能打他。国王可以，是我啦，是我啦，我刚炸。哦，繁星不能打，是不是？我能打，我只有我能打，只有我能打。哦，对啊。国王、啊、国王之间可以打吧？没有，他是说除非间谍变成国王。哇哦，对，他是说间谍变成国王的话，嗯、啊，太抗爆了吧，夸张、啊，爆炸爆了，爆炸保护到多高啊？所以我刚才叫你直接去自杀，然后你就听杰克的说，等一下什么哇？等什么？直接去死啊？对啊，真的。耶、yeah, ，结束了，棒棒棒！终于啊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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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较比较的，真的辛苦了。那我今天一整局都是属于一个困惑的状况。到底是怎样啊？安南，嗨，嗨，我们一开始第一手就是本机，道歉。本机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是喜欢我？你喜欢我可以直接讲。他那时候一打你，我就说你不能打，你为什么可以？我一开始炸弹炸完之后炸不死，太急了。是啊、我在上面射，看不到人，射到波波马上按补血。然后我有一次手是波波在射我，然后我就想说要射回去，然后一射到波波就觉得哎。欸好像不对，马上道歉。你们都想打我，我跟总之，我要先好难，很难困惑哎、欸，我想到底是嗯，我要先跟不跟你们讲话三分钟。不要生气，哎、欸，我的附魔台宝贝好不容易出来的呢，哦，嗯，那时候我就觉得你们攻好强，赶快过去炸，刚刚是堆出来的。我们都是堆一个、哦、堆出来啊！哦，我那把不是很强的，被杰克拿走吗？那是被我拿走了，小雨拿走了，小雨然后我就拿给繁星了。对，那是射国王，叫他射光。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不能射他，来来，繁星给你。那最后我们在上面炸虫啊，那丫丫在射啊。我们说：“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好痛，我们没有盾牌。欸”哎，有啊，有一个盾牌，陨月砸在前面。哎哎哎！超明显，他刚刚就说，他们反正他们不在医院，你是我们的队，我就站在前面他们挡住。我刚刚在那边大喊说他们两个臭 baby 的，躲在后面，真坏，真臭坏的，拿国王当挡箭牌。可有时候不小心射到，那真的没办法，那就不能太远了，会不小心。哎，泱泱你就射嘛，看不出来谁射到医院就说啊，他自己挡的，没办法。我想射他后面的人。对，我是要射他后面的人。实在是没办法，而且隐约都附那个爆炸保护，对，这最后炸都很难炸死他。抗炸超扯哎、欸！我就在你们爆炸里面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然后吃金苹果就回来了。超抗的，我跳一跳下去，跳下去，跳下去。我说没事啊，我没事，没事没事，我的血是满的、啊，没事没事。我一开始扣的血是我掉下去摔到的血啊，后来就补回来了。超扯，超猛，夸张的。因为刚刚不是灵魂交换，我说啊，唯一的方法、嗯、跳虚空。然后突然被杰克喊住，波波就停住了，说怎样怎样怎样。因为我刚想说，因为我不知道跳虚空啦，可以啊，哦、那跳虚空。但是你跳虚空的瞬，我转换的瞬间，我会用瞬移啊。没有没有，我在一换的瞬间，还任务一出来就加马上去跳虚空。对，就要直接先跳。嗯，因为不过那样波波也不晓得会不会有死，因为交换位置，那他是在最弱的。这是我们最后的赌博了。嗯，对啊，你知道吗？背水一战，真的啊！
感谢爹爹一百颗星星。环线会带风向啊，厉害！哎、欸，哪有？我前面真的、欸、那时候就已经要投你了，然后又在那边说那个本机有可能是间谍，所以才误会可以打。因为好几次我去炸对面国王，没有好几次我去炸对面国王，我没有炸死，啊、你就说啊，可是你就是没炸死啊。对啊，那就票我、啊。而且那个炸出柜也是只炸表面，没有哎、欸，我炸得很深、欸，里面都被炸掉了、啊。没有，那一发关键一发是我炸的。没有，你知道他们出柜补得多厚吗？所以当间谍的立场就觉得很可怜。哈，我就是当间谍，当间谍炸人家出柜。对啊，我还炸人家虫哎、欸，我炸了一千多分哎、欸，他炸好几条虫，炸我们的虫哎、欸，然后我还被质疑哎、欸。他炸大概有两只吧，没有啦，所以那时候就想说炸了五只以上哦。繁星都超会演，超可怕的。繁星真的超，刚刚有点亏，可是没人看到啊。对，我们的队友都不知道看去哪里了。我们看到了，对，一开始以为是哈基。我们的对啊，他们一开始以为是哈基，可是我说，可是哈基射我射很凶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一开始觉得是哈基，然后后面不对，哈基怎么这么凶啊？会不会是繁星啊？可是繁星很凶，我说。没有，繁星当间谍都这么凶。原本想说正常人，我想完成间谍的，结果后来他们说了一句话，我想说好，我转正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验明正身，哎、啊，那我验过了，那个所有人的屁股交给我。”嗯，好，好，因为这句话，屁股吗？我喜欢屁股。对啊，对，屁股不错。是屁股哦，太快了吧？他说因为今天某人不在啦，所以。你说那个吗？那个美女吗？对，那另外一个美女，那个妹子。哦，这台上面有效果就对了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个是黄醋吗？啊，对，黄醋。一个加血，一个缓的。哎、欸，而且为什么第三天又可以投票？怎么之前有一次第三天没办法投票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的那个第一次投票真的太智障了。第三天我觉得可以投吧。对，有一次泱泱当间谍那一场，有没有？又是规则的问题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泱泱不是有当间谍，然后被我们扣押在家里。啊，你说那一次、哦？对啊，那一天是第三天啊。那一次第三天没有那个投票，因为我想说啊，第三天我可以开心炸了。泱泱说可以投回去，我就心都凉了。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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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， 有我印象中是只能投两。对啊，我们还少一次投票。他们第一天说，因为第一天波波开了之后，他以为他可以选一个，然后直接按结束，秒开秒结束。对，然后我的心就啊放下一个大石头。你是不是间谍波波？哎呀，这个笑声好母汤哦。赚到大家的屁股，好爽啊！这个是否有点快呢？啊、这上面是怎样？什么效果啊？加速，加速。哦，哦，所以直接用走的就好了、啊。啊、哦，好快！我在干什么？哎呦！究竟什么时候人会发现可以从下面钻呢？下面，从下面。哦，哎，我这个太快了吧？哦，超快的，真的超难哎！从下面钻，这上面是门，下面是门，这边栅栏，跟上面又比较好吗？地板门。哦，哎，有一只僵尸哎，有一只僵尸，阿爸，他自己挤到我了，他自己。他自己怎么挤人？下去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边啊！他挤到我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伤害药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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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你很坏！你很坏！哦，那个又缓哦，白痴！一块一缓，一块一缓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可怕？难怪我想说什么怪怪的。不过第一跳其实还好。这边可以那个。其实可以在边边，你知道吗？阿弟，你看那个洞口。嗯，边边那条比较好走哎、欸，后面那条比较好走。那个入口啊，可恶，第一跳不用跑，好像也可以。对对，啊，哎、欸，这条其实蛮好玩的，最后一条。喂，哇，跳过头了。哎，对，对，啊。
哎、欸，有有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哈基，我挤下去了，哦，不是，嗯嗯、看错了吗？不对，怎么回去啊？哦，这可以耶。对啊，你就走边边。哇！走最边边就好了，就不会有效果。最边边比较好走，就不会有那些效果了。哦，对耶。我现在胃好痛哦。刚进碟，但到胃痛怎么办？我觉得挺正常的。喂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有。哎呦！我们九千分平原，好啊。嗨起来！要啊！平原哦，我不能玩那一招了。想玩什么？还是你想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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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不是想怎样？我刚刚想试啊，试不出来啊。试什么？想试什么？我不是说那个啊，瞬移的那个啊。哦哦哦！好，等下我在自己家试试看。你说瞬移起飞还是什么？不是啊。来你来，那就九千分試試看，如果可以成功，九千分好，峡谷平原九千分四打刀，哦哦，好挤好挤好挤哦，被挤到 ，Oh my goodness， 九杰克，国王啊国王，啊不能乱玩了，我要来照顾我的宝贝附魔台了，真的是国王了，你是国王啊，国王大人，你说什么？看起来风景不太一样。有，他们的也拿了，他们的也拿了。你怎么真的是花几值的？杰克，你在哪？我有两颗。跳下来啊！哎呀，宝宝，我掉到你洞了。啊，你是这个喜欢？太深了，太深了，冷静。我喜欢深一点的，来吧。你不要玩我。还在往下吗？哇哦！你刚刚炸我那么多下、哦。后面有还要深一点，现在该缓了。真的，都是美好的误会啊！现在要听他的美好的误会。嗯，快点快点，这边哦，这边很多，你发大财！哎呦，波波你好硬，好多铁哦，波波。我硬邦邦，我铁铁很多，你看还有黄金，还有金。我下来，你这里只有那么多铁，那么硬。多哈，哇，我真的好想开一次。很多，车速好快，而且你机制吧，是有点快。什么意思，洋洋？对啊，我说你看啊，这边很多、啊、大家不太懂。本金都很做见证啊，三金这里。没有，他说你们钱赚太快啊，发大财。他们换稿了，他们换稿了，换稿了，他们好搞。他们那么快，我们没办法。哎、欸，这下面是200块。波波，我需要你更硬一点。有。繁星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再硬两次。这边。我死了。哎呦。繁星也可以，冲吧！够够够够！冲啊，巧克力！重点是这个去吧，去等下下不来。有人来喽！有人来捣乱喽！杰克带你挖喽！好。OK。哎，这我走上来干嘛？哎，小雨这边。有我十块。多少钱啊？哦，好，怎么那么快？十块，至少十块先。哎。哇！够不够一起走到那里？啊！对面来了，来了！哇！他是挖黄金的，太可怕了！挖黄金的，对，后面，我等先把这些都挖走了，有的都先挖走。你要跟我在一起吗？你要跟我在一起吗？这个，亲爱的，你们赶快自己集一集哦！我看看可以挖中间。我来了，完了，中间来了，中间你去了吗？嗯，小心踢了，好，小心。我决定我要离开这里，不，假，快挖！你先挖，直接挖掉，他们有人来挖，对，直接挖掉，挖掉了，所以哦，我不是间谍了，我觉得我离开大好人啊，我刚刚真的可以挖到，是被杰克打下去，我们演戏，我还想去对面洞窟玩玩啊，可以啊，走喽，开玩喽，我求的秘密洞窟被小雨发现了。我没有了，躺着挖，我挖到，没了啦，不用挖了。哎，你屁股后面赶快挖，哇！旁边有一个，赶快挖出来。
我刚看你在那边顶头，想说你在干嘛？我要上去那个洞。你边对我说旁边，然后在那边跳舞。我要往上走，换稿子好了，换高一点再去。你好搞、哦，你好搞，好搞，好搞，一把好搞，好搞，可以。欲先利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哦，讲不是必先生气，好像是这样子讲吗？哎、欸，谁？嗯。那其他的蓝队掉下来。嗯。拜拜。怎么我这一个洞穴？我把他骗到那个机人。因为你这里是一个避风港。轻轻松松诈骗他。还要收费哦。要收费？怎么收费呢？过路费。一个金砖啊。好贵哦。我的金砖被那个泱泱抢走了，你去跟他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又有僵尸来了！僵尸就是你，我真讲，我对僵尸有满满的插火把。好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哇，你顺便哇，你都来这里要缴金砖吗？巧克力？没有，我是给你那个珍珠，珍珠很贵。小雨吗？没的，我们那个努力是还没。我刚回家。没事。杰克，你这个坑很受欢迎啊。繁星啊，好，按了，哦，来不及了，150是你的了，你是不是想说这个？但我没有150啊，重点是我没有150，对吧？你刚是想升第二阶对不对？我有没有想说我一二阶？小雨小心后面哦。我二阶，你一三阶，对吧？我是僵尸。这个人在干嘛啦？没关系。好，你刚刚说好丑吗？我刚刚有听错吗？我讲的小声没？你们两个今天都怪怪的、哦。现在刚刚小雨跟杰克两个，一个说奴隶是间谍，一个说间谍是奴隶。到底是你们怎么了？说那个间谍三阶用了吗？间谍三阶了吗？间谍三阶，那个奴隶可以打的，奴隶可以打国王吗？奴隶我感觉变了吗？间谍每活一天。就变强一点。你干嘛、啊？他在弄你啦！干嘛？我无冤无仇。怎么了？娘娘不要理他，不是，我可以忍受他挖我的矿，我不能忍受他把我旁边挖的乱七八糟。我们就去一个人的小空间里面了啦。攻击强迫症呢、欸，这样不 OK 对不对，小雨？就跟你刚一样啊。我看巧克力一挖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哦，我走了，我要上楼了，我不要在你地下了。”我走了。我那时候在地下，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小雨有强迫症呢、欸。”我离开那个地方了，我不回去了。离开是非之地啊！精神攻击，真的。超可怕！有人在他们家吗？哦，那个弟弟好可怕，我去他们家。我在角落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瞬移被吃掉了，所以那招不能用。两个，就瞬移在干嘛？打开伤人啊，然后瞬移丢出去就不见了。嗯，你要卡别人伤人哦。我想试试看，一直没试过啊。应该就没办法，对啊。人员，你真的太远了，你就上去吧，你就上去吧，这里路可以上去。哇，我要去对面了。远端哎，对我来说，我要去伤害他们了。我要去伤害他们，来，他们那边就发现他们那边空空如也，对面都没人，都在我们家，都在我们这啊。互相伤害的是谁啊？杰瑞吗？是谁？底下吗？红色的。红色就自己了。红色是，我知道是杰瑞啊，你怎么在我底下？你这样讲话在杰克的底下。哎，那我要去伤害他们。怪怪的，小宇宙。哎，完蛋了，我们不是又怪怪了？不是，他没有小屁孩啊。哦，对，他们有两只哦。对啊，我刚被小屁孩摸一下。观众就借由玩王国之战，然后来联姻哦。哦，哎呦，朋友都在这里了。我们家交友节目是最大最大的交友平台就在这里。我哎、欸，好像跟全球最大澳门，澳门说什么首家什么？哎，谁要首家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、啊。没有、就是那個、交友平台啊，交友平台啊，交友平台最大交友平台是吧？交友平台啊。哦。我还没有边缘到用交友平台啊，好好的朋友。那不，你都去交友平台看些什么？
不好说，我跟你讲、啊。毁灭之刃。毁灭之刃。毁灭之刃。晋级的巨人。水之呼吸之类的。看什么的毁灭之刃。水之呼吸吗？第十二型吗？不是、啊。好丑哦，这西瓜也好丑。不可以，不行，现在是普遍级，没事，我可以攻了。想到什么东西去了？你怎么了？我看你们也蛮开心，没有啊，没有。这也不是我家吗？我已经跑到我们家地板来住了。地板住？你也会有这种攻击吗？这种攻击最有无效的，你要去攻击小雨地板住。喂，我这边没有办法攻击，我在中间等那个等200块。你也太早等了，你这耍飞100秒、啊。这边有两个人呢、欸。那你们是三人一起飞呀、啊？哦，不对不对，变四个了，变四个了，一直增值啊，人很多嘛。他是说坏蜜蜂，还有双关哦，还有双关哦，双关哦，都 baby 哦，他叫你 baby 哦，他还说 I agree， 哇，他也同意，哇哇哇哇，哇哦，哎、欸，有人真的叫我们家挖矿跟升级装备啊？正常吗？我天啊，厉害啊！我是说，我们直升机娜娜去炸喽，娜娜哦。有他，又是娜娜，他很 bad。对呀、啊，拿铁镐的还来护你，拿铁镐从哪里捞？一堆垃圾。哎、欸，小雨越来越多人了、欸，哎，超多人的、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们来看，这中间真的是开 party 哦，真的超多人哎、欸，最放用的，哦、最和平的、就是。锁加技能哦，我走，我走。百合一换四，有那个僵尸来喽，升怪喽，升怪喽，升怪喽，他准备要点插火把，升怪了，繁星开挖了，开挖了，看看看，三，二，一，不要杀我了，哎、欸，受伤了，打着我的吗？哎，真的僵尸，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要小心哦，我抓到 bug 了。好，找 bug 了。你有没有发现我挖到一半，突然有人不见了？哈？有吗？啊、你们是不是知道我吗？被揍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你是不是那个瞬移现在才激活？对，那个是那个，他有十个。会。哎、欸，所以我可以提早去捣乱，然后被人家打的时候马上顺回家、欸。哎，好屌！真的。以后我要这样用了。多买两本书了。哎、欸，江江，你要不要无敌跟瞬移？好啊，多买两本书，好赚哦！卖你，我看一下哦。喜欢看书哦，来20块来卖你，你只剩20块，你好穷哦。我卖你不出来呀、啊，笑你，你是笑人家。二楼有人哦。哎，下去了，下次不要，没事，没事吧。你先。哎，喷装有条吗？你有拿到吗？你有拿到，有，没事，交易成功，。我好亏。我们刚刚是被警察临检的吗？警察临检，临检，偷偷交友，哎，非法交易。干什么东西？非法交易，非法交易。哎，不对，我没买到无敌，没有无敌，哎，哦，又不是哇，究竟在哪里？究竟去哪了？你也不用蹲啊。哦，是吗？哎呦，哎，是我，扎兰克，小蜜友，那你怎样啊？67，你哪些人？750，750，来，我来陪你玩玩。哎，家里下面上去了，上面，完了，二十一条干了。嗯，他们家怎么？好啊，我们家都是敌人啊，我的那个书拿到了，为什么？来陪你玩玩，我来陪你玩玩。你们厮杀的好严重，我要开始存钱，我要开始。去照顾我的宝贝了，宝贝，一瞬间就爆炸了，他们在炸了，左边牌太那个，他们在炸了，我们只是在，对啊，怎么快就炸了？我刚刚一直在换存啊，我钱都没了，说打架，我现在赚了，给你啊。哎呀，瞧你怎么了？说打架，来，枪了，冲啊！我要买东西的障碍啊！小雨接过，快跑！哈基要爆炸了，要爆炸了！哇，爆炸了！哎，上面从上面上来的，所以我们直升机没机还好吗？嗯，没人。我们直升机有一个人在那边挖，
嗯，有一个，刚刚在挣扎的。我他不是很会打架，他不是打架，他不是打架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我们努力，来、啊，是不是还没删？来呀、啊，删了吧，删了，删了，删了，有删有删。一三哎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有无敌，等一下，巧克力，我就要找你下面把无敌吸走。